这边走着，哎，准备水平测试。等一下，保险丝头。 排查所有细小衣物。是。快，来正面。最后一个。记一下。嗯。插头。插头。螺丝。螺垫。螺母。松香。爆花。队长。 线头，刷子上的棕龙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里就能爬出老鼠。那记上。老鼠洞。我认为今天的水平测试应该取消。 必须排查所有的安全隐患，老鼠洞都得堵上。宋家栋，发射日期已经定了，耽误了时间，谁负得起责任？李队长，导弹的存放有严格的要求，时间再紧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。这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。茫茫戈壁滩上，连野草都长不了几根，哪来的野耗子？就算是有野耗子，这么大的铁家伙，他也能给咬坏喽！ 李东海同志，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。那我也按规定办事。停止实验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要跟基地领导汇报。现在，你们都先给我出去。